才会选郑志龙，就是说，因为呢，他昨天也是坐龙呢，脚部呢受伤呢，所以没办法来。我想我们今天就请那个台中市的童美珍、童美金、童思杰，还有我们台北的杰建明、陈师兄，陪我们张师兄的一起练功。好，大家非常欢迎，谢谢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，那个我本人呢，马凤培啊，好、哦，谢谢。这是台北市南部的障碍区。哦，对。这都是你自己动，你要有意识的动作。
哇！静静的看，他们家是歪坡的狗，不是像各位说一样是要跳的还是怎么样？松开了，松了一直在松，一波一波的来哈。
选举嘛，那刚好在算选票的时候，我们就请他们上来表演。那是我们早期在练的时候的一个方法。